绝大部分男人都有肾虚的表现。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学者的资料显示，估计全港约有80万人患上慢性肾病，而每年均有1000多宗肾衰竭新症出现。当前大概有8000名病患者需要接受肾替代疗法，例如俗称洗肾的血液透析。换句话说，平均每100人就有一人患上不同程度的肾病，而每100名病患者中就有一名严重患者肾功能可能只有1/8。虽然中西医对肾的定义不同，但对肾功能的虚衰发病中，西医的具调治方法，你是男子汉还是娘娘腔，自测一下就知道了便秘。如果肾气不足，会使大肠的传导功能失常，出现排便不畅等便秘的问题。浑身没力肾虚的人，因为气血亏虚，肾气不足，常常感觉没有精神，还会出现头晕耳鸣的症状，没食欲，没有任何的食欲感，看到油腻的食物就想恶心呕吐，尿泡沫蛋白质会从肾脏里面露出到尿里来，尿液里会出现很多的泡沫，房事不给力，经常举不起来，性功能障碍，早泄阳痿恕我直言。以上五个症状出现，其中一个就说明你开始肾虚了。如果占了3个以上，感觉开始调理吧，晚了就来不及了。肾虚危害重重，一定要慎重对待，千万不要养虎为患。肾虚造成的最大伤害就是性无能，有欲望却无法正常发泄，不但自己让自己颜面尽失，还会引起夫妻感情的破裂。肾虚容易引起小蝌蚪质量的下降，剥夺了你当爸爸的机会。男性性功能障碍、勃起功能障碍、早泄、不射精和夜行射精，就可引起男性不育或怀孕畸胎。现代医学表明，肾虚如果不加以调理，或很容易引起各种并发症，例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高血压、前列腺增生、肥大、糖尿病、慢性肾炎。平时的一些饮食作息习惯不合理也会导致男人肾虚，不信就来看看。长期熬夜，经常性熬夜会对增加肾脏的运作压力，使得肾脏处于超负荷状态，自然就很容易死机停机。吃过咸的食物，肾脏的关于身体代谢的重要器官，摄入的盐分过高，就会增加代谢垃圾，加重肾脏工作量。经常性憋尿，憋尿容易引发膀胱和尿道的炎症，造成神经对泌尿道支配功能紊乱，从而引发肾功能异常。肾不好应该怎么办呢？装备黄帝内经中有记载，肾有久病者可以饮食面向男生放松身体后仰，用整个背部撞击墙壁，用力适度，借撞击的反作用力使身体恢复直立，每次撞击30下左右，每天做2到3次，各强壮腰肾，疏通经络，循行气血，平调阴阳。握骨，握骨将大拇指扣在手心，指尖位于无名指第四指的根部，然后屈曲其余四指，稍稍用力将大拇指握牢，如蚕握宝贝一般。握骨可以固守精气神在体内，平时走路、坐车、闲聊、看电视时都可以握骨。男人怎么补肾？又粗又大的黑桑葚滋补效果赛鹿茸。桑葚是药食同源的水果，在古代医书上就有记载，天南本草说桑葚能久食固肾益精，无发而明目。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桑葚就作为滋补的药材被进贡给皇帝食用。自古以来，黑桑葚就是人民生活的首选补肾果实，它含有大量的活性蛋白和益肾因子，专门各种肾虚的症状，充分激活男人的肾气和元气，增强男人的性能力和精子的产量，恢复男人的雄风。当然，桑葚的补肾效果不只是传说，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桑葚富含锰元素和锌元素，能强力促进性激素分泌，从根源上提高精子活性，让肾脏恢复动力，具有一定壮阳的效果。桑葚如何吃能发挥最好的壮阳效果？桑葚干可以生吃，也可以泡水喝，味道酸甜，口感不错，当然补肾的效果更是不错。
早晚需5到20立方肾肝泡温水，可以冲泡多次。当开始饮用，补肾效果明显。如果男性有生殖亚健康的问题及精子活力不够所导致的不孕不育问题，可以多吃桑葚，它对男性死精症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如果正在备孕的男性，不妨在这个季节里多吃些桑葚。拓展小知识一：黑桑葚可以泡水，也可以直接吃，都具有很强的滋补作用。二：黑桑葚还可以泡酒喝，增加酒的香气和甜味，同时还可以补肾，还可以解酒。三：黑桑葚大补，所以每天不要吃的太多，不然会流鼻血，性欲太强无处发泄。桑葚泡酒做法：准备250克桑葚，洗净晒干，把桑葚放入干净的容器中，加入适量的冰糖，然后倒入白酒，最好为45度的白酒，切记白酒一定要没过桑葚，密封好，一周后即可食用。新疆因为地处高原，日照充足，因此出产的桑葚很正宗，药效很强。我自己也试过泡酒喝，500克泡5斤白酒，每天一杯，后劲十足，老婆都不敢让多喝。想要购买正宗野生桑葚买二送一的朋友，点击下面图片即可。请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请 PGC 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oration None PC 两视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igh 164px Border Epsilid 仅18181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psilid 仅18181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t kit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PGC-CONTENT-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22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Wrap PGC-CONTENT-D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F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m, PGC-CARD-BU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仅40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BUY-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ICON-BUY, height, 23px, Wi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0, static.com.pgc.vr.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4DA, PNG. 功效，如果男人经常喝桑葚酒，能有效的改善肾虚引起的性无能、阳痿、早泄、不举、头晕、白发脱发。腰酸背痛等症状，尤其适合中老年人服用。同时
对女性肾虚引起的性冷淡也有不错的效果。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